复合酸牛油果的一个毛孔净化器，姐妹，它是清理皮肤的油脂灰尘，然后脸上爱长闭口、长粉刺的、油光满面的、皮肤吸收差的，你把这个给它涂上去，它是可以发泡的。它发泡之后溶解咱们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出来。这一盒里面是12包，9.9块发这么两盒。一盒里面12包，两盒总共是24包。每天洗完脸之后，如果你皮肤很油的，皮肤毛孔很大的，黑头多、闭口多、粉刺多的，你可以每天晚上涂上一支，涂上连续3天就可以了。后续的话，咱们就1个星期用1到2次就可以。它刚涂出来之后是这种质地，然后你给它推开，让它静置在你脸上几分钟过后，它就开始起泡、发泡，然后你的皮肤会滋楞滋楞的，感觉有点痒。它来清理皮肤毛孔里的垃圾、油脂、粉尘。用它清洁完了之后，你的皮肤毛孔都是干净的，呼吸都畅通的，越用皮肤越干净，越用皮肤修越好，调理皮肤的油脂。看，全是泡泡，它的清洁力度很强，它就专门清洁皮肤垃圾、油脂、粉尘的哈。脸上有这些肌肤问题的，给它拍起来，2天给它用一次，3天用一次都可以。如果说皮肤很油的、很黄的、黑头、闭口多的，就连续用上3天。敷完之后给它按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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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之后再用清水洗掉哦。看，全是这种活性泡泡，清理你皮肤的垃圾。